奥特曼搞笑神操作，小怪兽为什么哭了？点个赞你就能看到了。一，奥特曼比赛念诗，你觉得谁念得最牛？床前明月光，傲父睡得香，梦见断脚王，吓得尿裤裆。春眠不觉晓，梦见隔离桥，问我要钻戒，吓得赶紧跑。床前明月光，有人想喝汤，赛罗尿一壶，老黑喝得香。贝利亚居然喜欢挨打，赛罗只好满足他了。我是欧布，击退邪恶，照亮黑暗，永远不倒。妈呀，你这倒得也太快了吧。我是红凯，我平时很少很少吃冰棒。你那是很少吗？你是一口都没吃。记住了，以后不要乱说话，我还说我喜欢挨打了。兄弟，没想到你喜欢挨打，我保证以后每天打你一顿。三，奥特曼英雄救美，赛罗踩到香蕉皮也太惨了。不好啦，美女的刹车失灵了。美女，我来救你。还是我来救你。我是帅哥，让我来。他是我的，你们谁也不准抢。还好我的动作快呀。四，麦克斯挑战小龙虾军团，赛罗帮他想了个好办法。第一关打败一万只超级大龙虾。哎呦我去，兄弟们，一万只超级大龙虾，这些龙虾一个个的肉质新鲜，一点也不臭。由于数量太多了，这可不太好处理啊。首先打不打得完是一回事，其次就算是打完了，我一个人也吃不完的。我这里有一个秘籍，一个点赞就可以让麦克斯多一个分身。哎呦我去，一个点赞就可以多一个分身了，那还等什么？麦克斯给我开锅。哦不对，开打。那真香。哎嘿，点赞点得多，这分身就是爽啊。今天的中午饭我全包了，龙虾保证吃个够，记得早点来啊，先吃完不管，后吃完你看着办。五，怪兽居然也会哭，你知道是为什么吗？男子汉不许哭。我数学考了全班倒数第一。那语文不是倒数第一就行了。语文也是倒数第一。那其他课不是就行了吗？其他全部都是倒数第一。这样啊，那只要不是全年级倒数第一就行了嘛。全年级倒数第一就是我。那你还是继续哭吧。